记了，来来来，搞他一波，我看他们拿一下这个峡谷前锋。这个人很嚣张啊！啊，没 K 到！你看，他就留人头，他就，你看，他就 K 头。我 K 头，哎，我就 K 头，咋了？啊，我就是来 K 头的，没有任何毛病。这没炸到。可以都可以不到你。姐，我又拿头了，哎，两个头了，舒不舒服？看到了，我溜了。拿头是可以的，但是让我当孤儿也是真的可以的。我走哪路哪路不来了，我怎么你了呀？我不是在你旁边吗？啊，你没看到我吗？难道我太小了吗？对呀，我在你旁边。看到你了呀。对呀，我在你旁边。你太小了，你真的小。嗯。我在你旁边啊，姐，你没看到我吗？我这么大一个人，我可没攻击你啊！你是你自己说你太小了的啊！你闭嘴，跟你们俩有什么关系啊？跟你有啥关系啊，小夫啊？你是真该死呀，小夫啊！他是真该死，那搞不清楚要做什么。你们真该死啊，小夫！你们俩开心了。该死啊，小夫！你们俩开心了，你老板等下哭出来了，真的。没事，我帮铁蛋杀他，我帮铁蛋杀他。哎，后面大虫，大虫，有颗大虫。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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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干得漂亮！还能杀吗？不知道。我炸！哎呀！三杀。不讲了，这没 K 到，我操！三杀了，九个头了哟！龟龟，我三杀了，龟龟，我15个头了，你家大锤六个头。闭嘴！你不要跟我沟通，你不要跟我互动，你给我死开点！我提醒一下你啊，龟龟。我不用你提醒。你要互动我老板好吗？请问见你的职业操守。就骂他，小老板，我骂他。你老板都快被抓成狗了，你还在那里笑？就是我怎么了？我骂他？我怎么了？我被抓，我6-3怎么了？对呀。我老板被抓，你这个是怎么起来的？我没帮你吗？你这朋友不帮你，你不说他，我为什么要说他？他能拿头呀，你是真过分，起码能做好一个呀。我拿头了。老板游戏体验跟拿头，他起码做到了一个，你一个都做不到，你在咬什么呢？他想抢你，我想说，我在带你们赢游戏，你们在玩什么？搞清楚。我帮宋拿了两个头，我帮宋拿了三个头。什么东西？他们没有搞清楚主次。先是拿头，再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啊，你能拿头，我才会跟你说照顾一下我的游戏体验啊。对嘛？他们好像那个，哎呦，又投了这些人，怎么又投了？我刚要发了，他们刚要起来。脑子啊，这些人，他们他妈一点骨气都没有，为什么？我真傻，能赢一把？这个区怎么老喜欢投降啊？真逆天呐！我能不能赢一把？你们今天能不能让我赢一把，大帅？能行，你看他伤害就比我高了一下，你看他多少人头？我都说了，我是团队型了，我是20分钟就点了这些。有个钩子用啊，你团队型的，我要赢头，你懂不懂啊？你是不是小学语文学的不好呀？你明显的你是不是不行啊？我要赢头，你懂不懂啊？兄弟们，我上吧。下把肯定赢，下把肯定赢，你信我，你信我。你们不要支配我了，兄弟们。我听一晚上了。我上把都拿15-1了，你这个还能说呀？好，来上半了吧，永恩半了吧，那个什么。上别人身体的那个英雄也该办了，把男刀亚索，男刀亚索男枪还是全办了。亚索他没玩过亚索呢，亚索都办了，办了，你把永恩办了，把永恩办了，我永恩很强的，还有个那个什么，那个上人身体的是什么？我永恩很，是不是？我永恩很强的，你把我永恩办了，赶紧的，快，把永恩办了，把凯隐办了，去呗，啊，去呗。去呗，他们给你中野办完了，然后还有个男枪办了，对吧？等一下，我去拿个东西，等我一下，龟龟姐，等我一下。他又整上拿东西了。你们不会觉得虚背跟我转给你了，接了他，看着烦死了。接了，哎呦，男枪和凯隐都搬了，真的，我操，男枪凯隐也搬了。你是真该死呀，小夫啊，真的。确实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们说搬我就搬了呀。永恩也搬了，搬你是真该死呀，小夫。嗯，我，嗯，我这一把我看一下玩啥呀？
我中野都行，我什么都可以，我这把中野都可以，我中野都可以。你要是觉得中野英雄都被办完了，那你就来下路给我打 AD， 一样拿头，有什么好说的？那我拿 AD， 我打 AD 吧。对呀、啊，姐，我俩走一下，选英雄啊，这个中路、啊、不给他 AD， 哎，选英雄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他不厕所去了吗？他在干嘛呀、啊？哎，这人怎么回事？哎，怎么跑了呀？他不厕所去，哇，他不厕所去了吗？听到吗？我没听到呀，他怎么跑了呀？他接受都点，怎么办的英雄啊？他怎么进去的呀？对呀、啊，为什么把我踢出来啊？是把我踢出来、啊、有病呢？踢错了，踢错了，姐。不知道呀。踢错了，姐。那我踢错了，我拉你，我拉你。哎，乖乖、啊，你拉他，你拉他。我卡住了，我卡住了呀！我没有啊，我选了呀。滚呐！滚呐！我卡住了。大逼玩意儿，滚，赶紧滚！打不滚？我卡住了。快快快快！哎、姐你拉他，姐你拉他，姐你拉他。嗯。嗯，拉我一下。姐你拉他。进不去了。那个他比烟花跟闪耀，你拉我呀。那我重新、嗯、我重新上吧，我重新进，我进你们房间。姐我进来了。嗯，来嘛，重新进嘛。嗯、我重新进。我又没有数房间。我进来了，拉我一下啊！我没进去啊。那你重新创个房吧。那你重新创个房吧。你重新创个房吧。我喝水呢。我把 ID 发公屏啊。嗯，我加你。又没。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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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到冬天就特别该特别想喝水。我加你好友了。那坏了呀！这个人是不是故意的？故意让小夫上、啊？我靠，姐。有可能。拉我呀！我加你好友了，你接呀！来来来来来来，赶紧拉我呀！拉我呀！我都没有看你们建房。我同意好友了。哎，那我 C 吧。拉我呀 ！C 房啊。C 啦。进来呀、啊！我进来，我进来。拉我呀！我也没拉呀。进来了，进来了。你加这个，你加公屏的好友，你加这个人的好友，你加呀。那我怎么办啊，鬼姐？那我怎么办啊，鬼姐？你给我滚呐、啊！死哪边哪边死，死哪边去，赶紧死！哎呀，我能打呀、啊，鬼姐，你干嘛呀？滚呐、啊！别跟我说话，下把再上吧，懒得等你，再把让小夫上。哎呦，换人！那姐，咱俩走下吧。没有换人，他打不了啊。他打不了呀，你怎么办呀？等他吗？我可不想等他。我拉你了，不让我用，我也差点都没玩了。哎，我也没说不让不换没玩，但是没说不换，就是我也是差点都没玩，就没换。给我好友啊，月月，你进来呀、啊，也可以啊。我在房间里啊，对对，你看不到我吗？那个谁没进来啊？那我没进来，我进来了，我进来了，开吧开吧。我进来了，选位置，选位置，选位置，速度啊！我原则上是没变的呀。快快快快快，嗯。选位置啊，选位置啊！你自己没选啊？月月没选、啊，都选了呀，就你没选。我和月月没选，我选了。我的妈，太吓人了！这压力太……那这把小夫打姐，我打下，我打下。他德莱温很强，我打下。那我打上吧，我又不是玩 ADC 的。哦，你不是玩 ADC， 那挺好的，在那里。嗯，兄弟们，咱们都赢一百多个了，就哪怕输了也没事呀。啊、这个局输赢很正常的，咋了还每一把都赢啊？你要喝水吗？兄弟们啊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你想喝水？你要不要喝？喝很离谱啊！有些弹幕真的很离谱，你们稍微用个，啊、不用姐，不用姐，我好好打，我好好打，我不用，嗯。我都赢一百多个了，啊、上吧还要压力我，我靠！月月姐都没有压力我了。应该多喝点水。你说玩的菜吧，哎，可以理解，的话对吧？骂，确实可以骂，该骂。玩的菜，我关键打得好，你还要挑刺，我靠！对，六瓶。嗯。除了喝水之外，还要喝点别的。他玩上，哎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嗯，来吧。嗯，都已经赢一百多个了，就哪怕输了又能怎么样呢？不很正常吗？输赢不很正常吗？哦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干嘛呀？很奇怪，咋想的？让我想一想。上路杀人杀的比较快的。
老板他月月姐他都不介意，你们搁这介意啥呀？人家老板自己在那边玩都不介意，你不要在意，不要介意，我们打好我们自己的就行了，懂吗？不要管别人干嘛，懂吗？这也不是你最强的英雄、啊、这也不是我一个做陪玩该管的事情，懂吗？我们只需要每一把好好打就行了。没有啊，我前面就是那把德莱文，我人头比他多的呀，老板。姐，我这把玩禁啊，十三个，他十二个。你我这把玩禁，禁好拿头。德莱文还不是我主玩的英雄，那只是我很早之前玩的，玩过练过的一个英雄。兄弟们，你们骂是没毛病的，玩的菜确实得骂。上一把你说我不抓下路，又不帮下路抓，我下路也去了呀。你们还要说？我的娃亚托克斯，我的娃世界的终结者。咱得讲道理，没让你们不说的嘛。你们可以支配我，但是你们不要支配老板啊。我也会了，我当然要看看你这个玩的怎么样，好吧？放心，我现在把14分钟，你会在高地上看到我，在那里。我来一把，他绝对杀不过我，你放心，老板。姐，你玩什么辅助啊？没有没有，我进的话比较凶残，你玩一个比较激进点的。老夫一下拿实力输啊！对，你玩个比较激进的。老夫一下都没了，哇，人也没了。你要玩锤石啊？你我记得你锤石很厉害啊。锤石被搬了，对面搬了。问题不大。嘿嘿，还有一个啊，他们以为硬斧搬完了吗？硬斧关搬完了吗？这把谁啊 ？EZ 啊？搬完。这一把上个厕所。我随便，姐你想玩啥玩啥，我配合你好吧？咱们来个包厢，好吧？直接跟你锁死，让你再去别的路，不来我这叫都叫不来。哪有不来你这路啊，姐？我什么时候不来你这路？我不是一直在拿头吗？啊？我知道你在拿头呀，但是你是不是觉得我自己可以，你就直接放养我，然后放心的去拿头了？是不是要我跟别的老板一样啊？随便你来，不然我要死了。那怎么会呢？那不是，那不是，那肯定不会啊。这你放心好了。亚托克斯，看看他玩的是个什么货色。这一把咱们打打配合，好吧？我要喝水，我要拿水。这个、哎、加油！我相信你的劲。这把咱俩好好配合，嗯，看一下，嗯，相信我的劲啊！你哎，对面是不是有病呢？嗯，妈了个傻逼吧！今天怎么这么进攻傻逼？嗯，怎么没了？我刚上完厕所。那要不要拉他呀、啊，姐？要不要拉他？要不要那个让这个大锤跟咱们比啊？啊，嗯，大锤呢？我不想跟大锤玩，看看月月。我在啊，姐，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不想跟我玩？不是当时点我的时候，你不是这样说的呀，姐？你他妈你自己打个什么逼样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让大锤跟咱比吧，啊，来来来来。来大锤，就等你呢，大锤，把 AD 发。我不想让大锤跟，我不想让大锤带我打。嗯，姐，你拉一下大锤，拉一下大锤。嗯。他打的太菜了。哎，还好，我觉得大锤玩的挺厉害的，真的。拉呀，姐。不想，我要大锤。那先开嘛，先拉进来嘛，打游戏嘛，来来来，选排的还快一点呢，选位置啊。等一下。月月姐，你选位置啊。我选了呀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又重新开了呀？怎么回事？刚才对面有人秒了，有人秒了。我不想让大锤。大锤，你跟不是为什么不想让我来？哎、什么意思啊？好呀好呀好呀，你好菜的，你大锤没点数吗？怎么菜了？不是我不菜、啊，我觉得小夫厉害一点。我没赢过吗？我没赢过吗？我没赢过吗？你晚上你他妈给老子输了100个头，给老子赢了一个头，老子他妈滚！你没赢过吗？你没赢过吗？太惨了！我都赢了，什么意思啊？那你笑是什么意思啊？太惨了！没有我想起，不是我老婆生了，我想笑。我操你！你这太吓人了，绝了！太吓人了！那我们接着包扇。那这把怎么说啊，姐？你是跟谁比啊？我要小夫，我要小夫跟。怎么可能、哎、我大
大锤来了为什么要换人呀？凭什么呀？都是不是都是我老板点的陪玩，凭什么我不可以？都是他点的，又不可以，又没换陪玩。谁轮到你说话了吗？你什么东西啊？凭什么你说话呀？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哎，那怎么能算攻击啊？我把我又没骂你，又没怎么怎么样，你怎么啊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大锤就大锤，有没有素质？我输不起，烦死了。素质什么素质？又给你一次机会，大锤，你是。你这是小，你这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啊！我又不是，你又不是我老板，我不需要尊重你，知道吗？我想骂你就骂你，懂吗？你要跟我硬骂吗？有必要吗？在我都是出，我出来接单，我知道我赚钱不容易，我不想搞这些有的没的。小福，你真该死啊！别说话了，谢谢我，谢谢。那么你别说话了，赶紧的，好好打游戏、啊。那你知不知道啊？我有可能以后也去你们那个平台点陪玩，或者说我现在就是你那个平台的大老板。我说那个。让你们平台老板不要你了，把你给踢出去。我不，我可以不接你的单，我可以对你的单说不，懂吗？我可以不接你的单。我们台湾有个规矩，不准挑老板吧？嗯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不，我不，你们店没有，我不挑你啊，我不挑就对了嘛。我为什么要，我为什么要你挑？我不挑你嘛，不对，我不挑就对了嘛。我什么挑老板了？我又没挑你单，你凭什么？凭什么说我挑你？啊，学。你怎么老互动我老板干嘛？你跟你多照顾你老板的游戏体验，懂不懂？他互动我好吗？是我互动他吗？你不乐意他听他说话，你把他麦闭了不就行了吗？啊，说的也对，有道理。我现在就闭。你跟他讲什么？你跟我老板讲什么道理啊？啊？可以，你也还要讲道理吗？你终于知道维护你自己老板了。刚刚你老板那下路被抓成狗，还不是我保？我这把打下路，我保护我老板有问题吗？啊，有问题吗？我保护我家老板，没问题啊。就是，那上把是谁保护的你老板吗？小福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来接单，小福啊。吃我经验，好吧？你除了吃我经验，还有别的用吗？并没有。我去拿个东西。这一把小福，这把那个大锤玩的是建模是吧？大锤啊！对，建模。可以。对，是建模。大锤玩建模，小夫是建模，小夫是建模吗？建模。那大锤玩的是男枪是吧？对啊，行 ，OK。他要给你来把教学男枪啊！他玩男枪，挺嚣张呀！你真该死啊！小夫，你真该死呀、啊！小夫，上次刷穿了。小夫，老板点你过来，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吗？你是一个打辅助的。男枪来上路，好给你，我把这边打残。你咋了？你想干啥？摩拳擦位啊？他把你介绍过来是让你给他打辅助的，你现在还想替代他？你说他大锤难不难受？大锤肯定难受啊。咱们先排除陪玩的因素，好吧？工作本来就是能者居之。那你跟大锤说，大锤等下来，你跟他说，你跟他说，哎，我只抛开了陪玩，我前面是不是加了一个抛开陪玩来说？我这样做。确实不对，但是你现在就是陪玩啊！行了，你怎么抛开陪玩来不？对，你现在就是陪玩、啊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问你一下，这个辉耀美德，你有见过别人出过吗？没有，没，我没玩过，我不知道。没有啊。有。快走！来了！打他！别打！先拉扯一下，拉扯一下。打！交闪走！拉扯一下。打！可以打！可以打！先点燃了。可以打。好 Q， 点燃杀我的，打！我上点燃了，上点燃了，往后拉，上呀！手长不上吗？哎呀，让他拿一血，拿头去呗。不是，这我上了，这后边这人不跟上。那是一个头拿不到，我操了个 DJ， 我靠！建模来了，建模来了，便宜他了。这对面干嘛呀？这对面是不是有病啊？哎呀！我看一眼，大锤拉到头了吗？他在 K 你头啊，姐！他们卖我呀！对呀、啊，他就 K 我头。我就下了，我赶到了，我就下了。小太阳都下线。我没拿到头，姐！我操！我打了90%的伤害，有一个头没拿到。我在换子弹，没办法。没事，我拿到了，好恶心啊！他的射程为什么比我还长？肯定的，
你这个血量有点危险。没事。嗯。他们抢二了，姐，往后撤一点吧。还是我们抢二。我们抢二了。大锤，你坐在中路，我帮你拿桃子锤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必须拿。但是我前面得刷。你闪了就很烦。你这把你看我呗，你看我拿蓝枪咋样呗？那蓝枪这英雄对吧？能跑吧？拿两个头对线被单杀，真行啊！嗯，三个，他拿三个头，不是两个头。我上线真菜呀！真菜吧？他那人他不是给我的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还好这个机器人是个傻子，没事。我被扎了，下路能看我一下吗？没空。杀他杀他，奶子杀了。咱俩的配合有点屌了，我感觉可以越塔。打职业联赛，我想上。上吗？你稍微等我一下，我得刷，我得刷，我不刷不行。哎呀！呀。哎，他不锤我这一下，我又活了。不是你这咋死的？你怎么没、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他这一波你都没打伤害，为什么他死了？他咋死的？很奇葩奇怪。你先别说这个，他没有锤我那一下，我就走了。你可以杀掉他，多可惜啊！跑不掉了，快速回城，这打野来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们下路，咱们下路优势，咱们下路。让我们开。看见了没有？投给你，投给你也太秀了。这人推着，他妈真给他呀！我一往后退的，我没想到能打到，我一往后退了。他真给他呀？嗯。咋的？真的让小夫代替你呢？投给你，我拿头。他抢我人头呀！他抢我人头。我一往后退了。小夫，你不要故意搞事情啊！你这样搞，我对你的印象以后很差的。我现在是在走人头呀！我那个一直往后撤的，我也没想到。小夫，我这样我对你的印象以后很差的，很差的。死吧你！啊你！你不要做这种傻逼事情，我跟你说，妈的，老子又被抓了！妈，你个傻逼，帮我一下！投给你，我拿了，我拿头。烦死了！妈，你群傻逼！这是干啥？完了，气急败坏。玩一下。哎，干嘛？不知道。来人了！这打野是有病啊！我们在塔下，我在塔下，他们还抓呀，感觉他们要越塔。能不能杀掉他？我马上到了，我在你后面。他们要越塔的话也不好越，你能换掉两个。杀不掉，我把对面打野的上半血去反。哎，我真该死，又把他杀了。这个可怜，不走了是吧？多杀人！你不要让那个虚奔还是虚什么玩意儿？那个傻逼打人的又多过你了。我是你爹，我真该死，我应该等蓝枪过来把这个头拿了的。我真该死，我的。你在阴阳啥呢？啊？我的，这真没问题，我可以等你来。再推一波线吧，姐，再推一波线吧。赶紧吃完走。走了。你来中路，我帮你拿头。我知道。看人家旭飞那个傻逼多聪明，上一把。盘盘都到我中路，你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头。你别搞人身攻击啊，姐！你说。咱也不是故意拿头的，我实力不允许，我只能拿头了，我也没办法呀，对吧？就跟我中路磕头。过来，上单，看到了没有？我必须进塔了，哥。我真不理解。这你来了，姐，姐我在后面，姐。你在后面有个钩子用，我给你丢一趟，杀不死你就是个废物，你真他妈是个废物。他还要六级了呀，姐。真废物。废物，我该死！妈，你两个废物加一个傻逼！你看对面多少刀？你看一下，行吗？你看一下好吗？
你能看一下吗？拔不到头就是废物，两个废物一个傻逼。两个没有打野，他们也不打。我的，我该死，好吧，我把，我可以上，我又把他们杀了，我该死。我真该死，我真该死，我的！你啥时候溜啊？应该给等蓝枪过来拿龙头。还有你不用在这阴阳怪气，小子，你在这等着我就行了。你刚刚就应该过来。好他明显我都在视野上看到他了。我兵线进塔了。我好像对面打野等下又来。兵进塔重要还是人头重要？我问你啊。人头。姐来了。但我是玩。我来了。我玩上单。知道他又来了，能跑吗？中单怎么踢到中路来了？被杀，被杀。刘大 K 头是吧？可以可以，看得很灵性。他们有操作的呀！你妈，别让旭被那个傻逼拿人头了嘛！就去下路磕他，磕死他！嗯，拿不到呀，姐，伤害太低了，没办法。哎呀，真能黑呀，这人！七个助攻，我操，太难了。嗯，无所谓，反正他。我要不好意思，拿了一下外卖。哈，真可以啊！接着单还能去点个外卖。我溜了，我溜了。一点都不敬业。我溜了，我溜了。这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啊！啊，边吃边打是吧？演女老板真可以。我哪演了？我六个二，我杀的比男枪高。好，我狂风之力出来了，K 不了了。这个装备一旦出来就下路可以拿头，就很好拿头了。别来我下了，不要让他拿头，你别来下了。自己拿头的同时，你不能让他拿头，知不知道？这个打野抓就算了，你别来了，你别来插一脚了。我们下路二打三能打得过？好走位啊，你那走位可以啊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竟然小屁吃，来了我来，还没有大的，我来了。耶，我来了，看到。等我到了你再出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。给你挡。随便拿，我说狂风之力出了就随便拿头的。拿头，600块。他们也快。等我。那去被那傻逼玩。我在等，我在等，我在等，我在等。他必死了，他必死了。不管他，我们两个玩吧。哎，他们全都闭麦。他们也他们在那笑。拿头，拿头，拿头！杀不了，杀不了。你真该死啊！这都打不掉。你真该死啊你！啊！我助攻都没了。哎，给我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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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来打前锋，塔皮不要了，打前锋，能来吗？打前锋，过来打前锋！我上塔皮，我打说上塔皮，你吃完先锋直接吃一塔呀！经济最大化呀！我来了，哎，加这个！他妈对面刀妹是个小带，漂亮。小蛋打不过你，开局三个人头你打不过，快走姐，快走快走姐，快走快走姐，我来了，我来了姐，什么鬼话呀？你咋好像跟个变态一样？我在推了啊，我在推，你回家吧，你回吧。nice nice， 可以可以，这他妈才打了三个人嘛，这一晚上就这一把看着三个人。我溜了。别急人，这男枪起来了，他也好拿头啊，这男枪。嗯，你也好拿头呀！我等下抽个收集者吧。哎呀，我吐了！这一把，他们还能把之前输的全赢回去吗？必然不能呀。没事，他们也翻不了倍的。没事，他们俩帮互帮可以理解啊。反正他们赢了也翻不了倍。刀妹残血，好吗？妈的，这个小孩怎么回事啊？不会把刀妹送起来吗？啊？怎么会？我七杠三，四杠五，上单星之刀，好吗？那你就被他单杀，你可真菜呀！你可以，你可以，你可以控他了，控到他，他也得死。机会。你进去干嘛呀？你这个链子都看发。等等，来了，拿头，大锤。
我知道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已经在了，我已经在了，我这边有大，而且还有这个。你这链子，别问了，摁错了。你能捆上他？链子他们看不见。我在没。链子看不到了。来人了！我再给他个技能，你给他大收收算了。链子看不到。哎呀，你个废物！我记得是看不到的，但我也不想玩这个东西。我准备闪现扣大。嗯。你别往前面压呀。哎呀，没扣大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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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不过打不过。这刀面应该是有研究的，打剑魔术。哎呀，哎呀，打不过，快走吧，打不过。断。哎呀，徐飞那个傻逼为什么拿了六个头雷呀？嗯，我拿头咋了？徐飞这傻逼为什么拿了六个头雷呀？下路玩的太开心了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？没事，我们能枪八个了，这会儿九个了。哎，老死他。刀妹干嘛、啊？走啊，刀妹啊！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刀妹干嘛、啊？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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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辉耀美，我凯旋一口，我给你凯旋一口。不会死吧？我给你凯旋了。溜了。傻子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死了，留下，留下。开开开！这发我就是这个凯旋关不关键？这没这个凯旋，你死了呀！牛逼，这个没这凯旋，牛逼牛逼！终于吓人了，我把刀妹杀了，你凯旋一口。终于不该死了，终于不该死了。我不该死，我不该死，我真不该死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了，我来了。我们这把徐斌那傻逼按着打。哎呀！哇，再打一个。什么东西啊，反正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来了。你不用救我，真的不用救我，不用救我。我来了，姐。谁救你？不需要救。没人救你啊，我拿头。救你干嘛？是我感动的，杀他！磕头！我操！啊，没看到！啊，这咋逼又烂头了？四百血清了！回回！啊！啊！他妈杀徐飞呀！你个傻逼，杀我干狗子！啊！你个傻逼，非得闪现打我！你杀徐飞，他不就杀不了人了吗？好傻逼！我发条玩的好呀，我有点难以理解。可以啊，我这都很傻逼啊！对面 AP， 好吧，没办法了，没办法，上路来了，上路不来可以秀他，我有治疗。你不报位置的呀？哇，他死了不是好事吗，哥？嗯，你让他拿人头干嘛呀？哎，别呀、啊，兄弟，别送呀！九个头，我九个了，我九个。嗯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不干嘛呀，我就看看他。哎，抢不到，抢不过他，抢不过他。干嘛？你很开心吗？啊，我这不跟你抢人头，你很开心是吧？你这个剑魔玩的跟我脚玩的一样，3-0开局玩成这样，你可真有你的。那是你是不是要打成11-1啊？或者11-0？我现在。要是换我，我现在对面已经被我拆到高地了，怎么？你知道对面，你知道对面上了啥水平吗？知道那个刀妹是啥水平吗？起码大师起步。那什么水平啊？啊，对对对，因为你菜，所以觉得他大师起步、啊。就这还大师，星之钢的大师，星之钢，哪一个大师打这种打这种打你这种？我告诉你，星之钢打剑魔有奇效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早把他打烂了。啊，对对对，但凡有点傲气的人，为什么要出星之钢？反正他被我打的没皮呀、啊，他知道我跟他不是一个水平，我还有他。你不需要跟他叫，你就听我指挥就行了。你现在不要，你现在就辅助我拿人头就行了，好吗？懂吗？懂意思了吗？小心！全部出肉，把你那破特战弓给他卖了。你快来拿头，别巴巴了，全是头。我在家里，我在家里，我在家里，我在家里。快拿，快拿！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在家里。哎，可以打。好、哦，都给哎，我又拿到了，我拿到了呀、啊你！这个傻逼为什么又拿成了？我拿到了呀！我也拿了一个呀！哦，还有一个。对呀，我拿到了呀！你笑啥呀？扣分，溜了。给你老板乱个蓝。哎，关掉！你妈，这给老板让的，你抢给我
你配拿蓝吗？他就给他骗，他骗你，他骗你老板，他不是老板，他是陪玩呐。你在干嘛？真贱呀、啊，真贱呀、啊，他好贱呀、啊！我们杀人，我们杀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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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人！溜了哟！啊，牛肉还牛，我们打，我们打，我们不行，我们行。别急啊，才视频、还没结束呢。我回家来一个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真该死了，我拿这么多都干嘛？等我呀！你上呀！你要等我呀！啊，他又抢头了，我抢！啊，他又抢头了，又拿一个。没事没事，还是没事没事，还是吃皮还是吃皮，问题不大。哎，赢不了，问题不大，输那么多，赢不了，问题不大。不拆不拆，我们倒我们倒我们倒，我们不拆，我们再玩会儿，我们倒我们倒。走啊走啊，剑魔走，剑魔走、啊，我可以杀，走，可以杀，走，哦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，我听话，我听话，我绝对听话。你杀有什么用啊？你杀有什么用啊？啊？又开始我就把他们打残，你过来一个大招全收了呀！溜了溜了溜了，我死了。嗯，我先打残在那里等你啊，他们打不死我的。是呗，上单这哥们真难了。上单咋了？挺难的。哎，难吗？出肉呀！你出这干嘛呀？你出肉呀！这个，剑魔出这个比这比那些肉桌还肉呢。我拿个剑魔不准杀人了，剑魔。哼哼，剑魔不准杀人了。峡谷要打，被人家用头了，不准杀人了。哎呀，我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不准杀人了，给我死！他妈的，这边一直在送。他们在送，不是我要杀。他妈对面在送，你看。这个给我滚！给我滚！给我滚！我、我不杀，我不杀！蓝枪过来拿头啊！懂点事儿！你别指挥我，你不能杀人了！你指挥我干嘛了？人家又投了！不是拿头啊，拿头啊！拿峡谷捡！拿吗？拿呀！拿峡谷，拿峡谷！让他们俩去！我他妈血的跟过山车一样，我操！蓝枪过来拿头！你在这指挥我呢？你看我在呢。我的，我瞎，我瞎。你真该死啊！你，我拉个蛤蟆，我拉个蛤蟆。可以，他们应该要过来。我警告你啊！这个叫小夫的，我警告你啊！我懂。你现在开始去给我刷野区，不准杀人了。我这边他要拿头的。这里有头，这里头，要头了。这里，我帮你留住他。我来救你，我来救你，我来救你。没有人吗？上路，上路怎么没有人？快大面来救你！他妈的，他们你不准杀人了！站住，送！他们怎么全给我送？听不懂是不是？哦，好，我站着给他送了。别呀，送多了人这局要输了。来，怎么打去对面头了？那我怎么拿头啊？哎，那我变去拿头啊！我磕，奶子，干嘛？那好傻逼啊！刀妹，还好，可以呀。三杀，刀妹杀快一点呐！白给你的那些头了吗？哎，你这个剑魔，你当时不打那么多不就好了？他们都满血杀完我之后，哎呀，太难玩了。满血了，还好，问题不大。嗯。我的问题，哎，你让他不杀，哎，我拿三个头，这一波，不然的话拿不到。我杀了他就拿不到了呀，对不对？你吃，你吃鬼鬼，你吃鬼鬼。徐白，你看人家还在玩。拿小龙鬼鬼，来，拿小龙，鬼鬼，快来。你拿人头，多拿人头。拿小龙之后拿人头拿得更好，更快。你跟我来，拿头，我给你，我这边装备很大优势。我这个装备还可以，月月姐，我这装备。不要，你不要去把人全杀了，你打了一个，一打五之后，人家就不玩了，你这边投了，我这边又输了，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啊？我来了，是真是蠢逼啊！好拿，我不枉我给你拖这么久，我在帮他拿人头啊，我没杀人，我在留帮他留人。他不带你就不准打。我没打了，拿头啊，拿枪。哎，拿不到。给他烫死了。走了，不拆。死啊你！走了，不拆。大龙，来了。我
我这点不点死他妈的被禁拿了，你说我该死，你才是真该死啊！你看我会不会给你治疗啊？哎呀！哦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就不该活着，我就不该能呼吸在这里的空气。他俩太吵了，难死了。我真就不该呼吸，我该死。对，你该死。你这个龙不打，你搁这一直打河蟹干啥呀？你干嘛呀，哥们儿？陷阱放一个，哟，哟，上！抢他！抢他！抢他！都抢！哎呦我操！他这个大太好抢了！我伤害太高了！哎呀，不抢不抢，走！还能把之前赢的赢？走了！线都不推了，走了！我放峡谷！猪肉呀，剑魔干嘛？不放！别出这些了！剑魔出这个装备比出其他肉装还要肉，剑魔是有伤害才有血量。我再问你，我干什么的？我我现在就回去把换，我现在就去换蓝盾，能上吗？我这就去换蓝盾。我找机会。你有闪？我一个交剑，我真的太难了，我操！上不了吗？我没狂风，这个光辉又想开大黑头。来呀！来呀！你再不来，我这刀背我宰了他的。我来了！后面有打野，旭北后面。拿呀杀呀，他妈的这个，哈哈哈，破败王来了，杀破败王，给我杀了那个劲，好禁锢，可以，哎呀他杀人了，我杀人了，你把他死了，来男枪跟我来，男枪来，他妈有盾弓，我靠嘞，来男枪打男枪，不打你不准去，能打我能打我能打去不准去，打不了，好，四个人打呀，我的，这小夫就跟个鬼一样，这小夫啊，真的，哇，上不了，后面有个打野姐，后面有个打野，前面三个还是满血，嗯，好期待呀，无所谓啊，反正你到现在还是持平呢，怕什么？持平那么多呢，他们两个打我一个持平，其实还行了。他们两个帮他拿头，啊，然后加上这个光辉又 K 头，真的，我一打三呢，二打三，我们二打三 ，kiss 你，你说多难，太难玩了 ，kiss 你，但是我们赢的头是装备呀，前面啊，赢那么多，对吧？是呀，有些人还没追回来呢，不知道在嘚瑟什么呢。是的，真搞笑呀，那可以打，是吧？下次玩挺开心的，嘿嘿，你还知道其他人去了多少不知道吗？我没到，你等我呀！这个剑魔别顶了，让他们俩。